几天的军演，好多大陆的朋友问台湾人民的感受是什么，而台湾的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感受，怕不怕打仗。刚宣誓的台湾现有管理人赖先生，我在这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台湾人，我是在这生的啦。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台湾年轻人，在这向你发出严重的忠告，在反分裂法跟一个中国的原则下，你违背了九二共识，必将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推向危险。我们并不想站在祖国同胞的对立面，更不想为了你个人的利益还有政治野心去牺牲。没想到真正保护我们这一代台湾年轻人的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将代表着千万台湾年轻人的心声，台湾不会是一个国家，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，台独只有死路一条，统一之势不可挡。我将为其年轻的一代热血发声，在这边我只有一个诉求，望邦归。